息。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个同学呢是从北京转到我们学校来的，大家欢迎。按照老规矩呢，请新同学做一下自我介绍。我叫齐乔。什么？鸡叫。安静。我爸爸姓齐，我妈妈姓乔，我叫齐乔，我从北京来，希望和大家变成好朋友。马华生。啊。齐乔，你就坐他旁边，他是第三组的小组长，也是我们班的语文课代表。上课前呢，我想利用一点时间开一个班务会，来决定一下我们班这回参加学校的文艺汇演节目。咱们班的同学呢都有自己的特长，像陈大明呢会吹口琴，马华沙呢会朗诵，吉小军呢会拉二胡，连玉红呢会唱秦腔。杨老师，就让马华沙朗读海燕，他的普通话最好啊。就是对啊。连玉红，别胡说啊，我的普通话怎么能跟北京来的同学比啊？是吧？北京来的知道吗？对啊，齐乔啊，还忘了问你呢，你告诉大家你会什么？他会跳舞，跳新疆舞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见过，他有照片。真的。齐乔是吗？杨老师，他要真的会跳，就让他跳个给咱们瞧瞧。对呀，干脆如果他跳得好，就让他代表咱们班参加全校的文艺汇演算了。对呀。那齐乔，你就给大家表演一个新疆舞吧。在这儿跳地方太小了。老师，地方小好办呀。那咱们挪挪桌子呗，同学帮帮忙啊，咱们挪挪桌子让他跳一下呗。啊，等一下等一下，老师没有音乐啊。秦大明，你不是会吹口琴吗？你给这边的同学伴奏呀。哎，秦大明。宋德林到。齐乔。啊，到。哎，你干嘛呢你？对不起。你诚信的吧？别说了，上课的，严肃点。王涛到。林红到。张雨欣到。头发太长了，剪了吧。不成，长这么长可不容易。冯玉到。我们厂的女工都是短头发，哪留长辫子的？这是规定，怕把头发绞进机器里，你懂吗？刘洋丹到。咱们学校是纺织厂的子校，所以女生也必须留短发，尤其是毕业班的女生。宋文林。为什么？我们又不下车间。毕业生当然要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学习上，哪有时间弄这些梳头洗脸乱七八糟的事儿。那我也没有耽误学习啊。反正就是规定，我们北京的学校就没有这样的规定。陈大明。哎，这不是在北京，你在这儿就得守这儿的规矩。马华沙，该你了。爸。今天晚上就光会唱。好好的，走啊。走了。嗯。白蓉，
咱姐儿俩今天也说个掏心窝子的话啊，你也该抽空啊把自己捯饬捯饬。你看你那衣服个个颜色那么深的，穿到身上啊显得脸啊像得了黄疸肝炎似的。你看你老梳个这小辫儿，你也变个发型嘛。别舍不得呀，商店里边现在进了好多那好看的花布，你做几件新的穿呗。你看人家乔大夫那穿的颜色显得人就是不一样。你别老用那甘油，你买个百雀羚用用。默默你看我不到半年白了没？嗯，是白了。你可好了？嗯，是挺香的，跟香油似的。嗨，不过人和人不一样，我是想别想，你别忘了啊，你比人老马大三岁，女人可不像男人经得起折腾，一阵风一吹，再漂亮的花儿就谢了。不过没关系，花儿谢了还可以再发芽嘛。哎呀，我怎么今天看你不对劲儿呢？哦，你是不是看这个？你觉得好看吗？这是我自己弄的。啊？我还喜欢原来那个傻样，越捯饬越难看。瞎弄什么呀？是啊，我当然没有人家乔小昭漂亮了，人家比我又年轻又好看。对了，他可现在还留着那两条长辫子呢。金庸俗，年轻怎么？年轻能一辈子啊？漂亮能当饭吃啊？我老婆叫谁差呀？啊，18岁就当铁姑娘队长、一名排长。你看那屋里，他们能年年是先进呐？他们能得那么多奖状吗？真是，别自己瞧不起自己。这是你的心里话？对呀。哎呀，不早都跟你说过吗？他打小就是个孤儿，老齐呢，死得又早。所以这么多年呢一直陪着婆婆过，半年前婆婆也过世了，她呀就不想在北京待了，要求转业回老家。她说呀到哪儿都一样，反正都是当大夫，你说别的单位嘛也没有个熟人，咱们这儿啊怎么说也是个国营大厂，还有我这个老战友在这儿当保卫科长，这不就来了。照你这么一说呀，他还真是个苦命的人哈。你说这身边也没有个男人，这么着，以后他要有困难呢，咱俩还真得好好帮助帮助他，要不然他多难呢。蒙古、乌兰巴托、马来西亚、吉隆坡、瑞典、斯德哥尔摩、阿根廷、布宜诺斯艾利斯。亚马哈山，你真厉害。伊拉克、巴格达、伊朗、德黑兰、亚马哈，土耳其、安卡拉，真厉害，华生。丹麦、哥本哈根、西班牙、马德里、波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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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一、二、三。马华沙，马华沙，波兰。哎，行了行了行了，我知道了，不就是比猪还笨吗？王叔，怎么这么逗啊？你笑什么呀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有本事你来呀、啊。我说来呀、啊。我又没说什么，反正在全班考世界首都的。还没有人比得过我，就是你要有本事，你来。老师、啊，是就是，我才不怕呢。说好了，要是输的话就罚。罚什么？罚罚他把辫剪了。对对，要剪就剪你的辫子。如果我数到十，你还没有说上来的话，你就输了，就要剪辫子。太狠了吧！队长，能不能跟他赌啊？这根本就不是考知识，考的是反应，谁赌快了都有可能错，不能赌啊。怎么样，你怕了吧？怕了吧？
这就是，我才不怕呢。我要是输了，我就捡辫子。那你要是输了呢？输了，华莎替你做一个星期职，打扫卫生。可以了吧？怎么样？马上。计较。日本，匈牙利，布达佩斯，挪威，奥斯陆，冰岛，雷克雅维克，希腊，雅典，阿尔巴尼亚，迪拉纳，南斯拉夫，贝尔格莱德，澳大利亚，悉尼，堪培拉。马杜兹、比利时、布鲁塞尔、埃及、开罗、加伊尔、金沙萨、赤道几内亚、马拉伯、坦桑尼亚、达累斯萨拉姆、加蓬。你晚了，我们已经念完了。哎，你们刚数完，他就说出来了。对啊，我说出来了。反正不管，拿剪刀去了。马华莎，不就打个赌吗？至于那么认真吗？哎，华莎，剪辫子，快剪辫子。马华莎，不就打个赌吗？闹着玩至于吗？至于了，我舅舅原在农村跟人打赌的时候还赔了一头猪呢。那是在农村，这是在学校，一码归一码。哟，陈大明，你怎么比他还紧张啊？怎么了？行，就算你给我一个胆，我也不敢剪他头发。他要是剪了头发，那天还不都得塌下来了。这边他哭天抹泪的说我欺负他，那边姚老师还得跟我爸告状去。那我爸今天回家还不得一声大吼，马华莎你个兔崽子，你怎么对待北京来的孩子呀？你什么态度对首都来的人民啊？那还不得一顿乱揍啊？那你的意思是不剪了？真不剪啦？你以为勾勾手指就兑现呢？人家是北京来的，北京来的人不用说话算数。意大利的国王最近一段时间，在那唱女职工澡堂屡次发生有人扒看女职工洗澡的时间，这种恶劣的流氓行径一经发现，必定严肃处理。希望广大职工提高警惕，尤其是广大女职工同志们，说你们啊，记住啊，太可惜了，我就遇见过。你遇见过？那可不是啊。反映多少次了？保卫科就是不重视。那不是他早点重视。哎，怎么不重视了？我都反映。我们家老马整宿的为这事儿巡逻，你们说话得负责任啊！我们老马怎么不重视了？哎，巡逻不行，好师傅，你回家跟老马说呀，你让那去看女澡堂，肯定没事。谢谢吧。去，人家就保护你啊。快跑！看看有人在这过去。是有人跑过去了，怎么了？有人爬女澡堂，我们现在正在抓呢。我走了。
你看看你，一个头发就梳了这么长时间，抓紧时间睡觉吧啊！来这儿不习惯吧？想你北京的同学了。妈，你的头发留了多长时间了？像你这么大的时候，妈就留着。你爸爸呀，特别喜欢看我梳两条长辫子。自从他牺牲以后啊，我就再也没剪过。那我的头发呢？你上小学四年级吧，妈就没给你剪过。妈，怎么了？没事儿，你不是要上夜班吗？你快走吧，一会儿迟到了。闹表我给你上好了，明天一响你就起来，千万别睡过去啊！起来以后啊，喝杯白开水，别忘了啊。那我走了啊，晚上锁好门，谁敲门也不能开啊。